大家好，我们是秘鲁三文化马丘比丘。现在我们在巴山这个马丘比丘山，你玫瑰岗后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乌鲁旺巴河，这个 Cusco 的最重要的河。现在我们要继续巴山，已经在巴山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所以现在我们要到我们的目的地。是那个马丘比丘山的最高的地方，差不多3000米，我会到这里，我快到了哦。好，我要跑楼梯。快到了，快到了！喂，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And we arrived at the top. Hello, guys. How do you feel? Great. Oh, that's very nice. And you, how do you feel? Yeah, I'm very relaxing. Very relaxing. Thank you, guys. We are here. 我们的目的地是这里，马丘比丘。这个是下面是马丘比丘，我们到了，终于到了。这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在那边感受一下秘鲁的马丘比丘，我们的目的地。真的很厉害的 view，很多人说要把那个对面的山叫做瓦纳比丘，但是呢，瓦纳比丘没有那么高。你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丘比丘还有瓦纳比丘一起，所以马丘比丘山是真的比较好。所以下一次来马丘比丘，你们想要来巴山。我们非常建议你们上那个马丘比丘山，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看这个那么漂亮的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美。Excuse me。哎，这个人，你们，这个路有点难，但是真的值得吧。就得去，因为你们这里可以看到马丘比丘山、乌鲁旺巴河，还有旁边马丘比丘山。This is Machu Picchu 山。3000里流1.28米。OK。真的，一个很漂亮的风景。秘鲁三文化马丘比丘报告完毕。